云豹甲车是我们国车国造的标杆，全世界能够研发生产制造独立出来的国家并没有几个，而中华民国就是其中的一个。我相信这是我们国人的骄傲，我是觉得正要靠国防自主才能让我们国家国防能自救。从最近的乌俄战争开始看到，真的就靠我们自己